没错，上一场比赛的富豪第一棒杨宗贤第二嘛，今天两个人呢互换棒次，这个球一垒手追得到，接杀出局，郭彦文 nice play。往后奔跑了很远的距离，而且今天澄清湖棒球场的风很大，但是他还是追到了，把这个球给接进手套里面 ，nice play，nice play。卡进，哎呀，郭彦文这样，这台跑百米的应该都没问题。